在生活当中从来没看过君宁就撩人的那感觉，还长了个眼睛，跟你认识一样，反差很大，对对对对，很做作。然后你的哪条最印象深刻？印象最深刻应该君宁那一条吧。对，原因是就有被他吓到，吓到，没有被撩到的感觉，就完全没有。我看看我复刻谁，我看见他这什么呀？我不是一会儿录吗？对对，算了，我录小丁那个吧，他那个还那个长哥好长啊，是吧？那天转过去然后回眸就可以了，然后你就模仿一下他的表情，模仿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什么？又不会那个？这还有人拍我一下？我来。等我。你这有升格吗？这个？后期都会。后期做。好，摄像准备。打板子吗？对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不心动，挑战成功。